对，就是哎，我喜欢这个。就是还蛮温馨的，拿手料我觉得，但拿手料每次都不太一样。就一阵子，如果我们去吃到好吃的，它就会有它新的拿手料，又不错。嗯，它身体好多了，然后现在状态已经恢复了。当下听到你是不是吓坏了？有一点，但是因为我就有去询问，后来就已经都 OK 了，所以就。来一份煎饼果子。你要加什么？马前子、决明子、苍耳子还有莲子。做不了，你自己来弄。最近在忙些什么？就是很日常，就在增进自己，然后有一些培养自己新的兴趣。像是什么？像是网球啊，然后像是在学新的语言啊。